较不偏黄一点，比较那是用可卸式的，不可卸会比较硬一点。那上层的话也是会比较硬一点，所以还是选择比较薄一点，比如说甲油比较的部分来那我们今天要换的是财神爷。那我这里已经把颜色的浓淡取出来，会用到的颜色。那如果选用，像中指、无名指就要再小一点点。OK， 好，我们比用比较细一点的，然后。线条的时候啊，都尽量不要去压这个笔毛，你的线条呢才会是细的。使用笔尖的地方，然后写个一，再来彩绘会比较细一点点。换脸部的部分呢，手的部分，手就要金元宝，
能够画多就画多，先不要照灯。瘦了财神爷啊，呼吸。